每個做音樂的人咧，係你要堅持你中意自己聽啲咩音樂嘅，你唔需要跟最潮流啊，或者最 hot 嗰啲 style。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，你是很清楚你是需要什麼，你知道是有什麼是對你好的，希望可以所有事都可以做回我想要的要求。